为着庆祝北极恒天上第四日，第四乡太和舞动北极灯主神会特别举办明星用品的发售活动，为恭祝我们台西太和武当北极殿、北极玄殿上帝的圣诞万寿哈、特别举办这一次民生物资的发放啊！这一次民生物资的发放，我们由我们太和武当北极殿兴建管理委员会杨主任所提供的民生物资啊，由我们台西太和武当北极殿慈善会共同来办理这次的活动。这件发放的范围是针对第四乡的弱势民众、独居老人、单亲家庭等等。民生用品包括平常时使用的油、米粉、绿豆和一些饼，提供给需要民众。本次发放的对象总共有492份来自各村台西15村的边缘户，总共有250份列册有案的低收入户有192份哈，那另外还有针对我们辖区单亲的弱势团体总共20份，所以合计我们本次发放的对象总共有492份哦。这件受惠的民众超过400人，大家拢感觉这个活动会当帮助到人真有意义，希望会当继续举办落去。还不错啊，可以帮助一些比较低。比较没有经济能力比较差一点的人啦、啊。感谢上帝公啊，这个活动啊是好啊，真好啦，办得很好啊。感谢玄天村这个善意的，可以帮助我们这些啊。主神会表示，希望会当透过民生用品发送活动，邀请民众做会做爱心，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将爱心留伫社会的每一个所在。记者吴香品采访报道。